怎样把废旧的包装盒改造成天价？首先剪一个被人遗弃的包装盒，选出自己喜欢的颜色涂在上面，描绘出要送的人在你心中的位置，用无声画笔描述一下你们的故事。你知道我爱你怎么翻译吗？美国人说 I love you， 贾宝玉说这个妹妹我曾经见过，周星驰说我养你啊，冯唐说春水初生，春林初盛，春风十里不如你，张爱玲说原来你也在这里，余秋雨说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，你的未来我奉陪到底，还有一句是谁说的，我们只有死别没有生离。